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der。 这次的转蛋活动大家抽的如何呢？我个人运气是没有很好，我是没有抽到谢罗，不过我有抽到艾丽卡，还算可以吧。那老样子，我们先看一下这次的头目情报。头目一样又是巨魔战士，那这次是水鼠的，我自己还没打，我判断的话他的攻击力应该还是很高的，那到时候可能要带一个补师之类的，那我先整理个队伍，稍待片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我预计排的阵容如下：活动版的谢罗可以增加一些物防，因为我不确定这次的怪物攻击力会不会很高。然后扭蛋版的艾丽卡可以增加物攻，几率性的可以束缚敌手，增加我们的出手机会。扭蛋版的克里斯，那它可以降低对手的物攻，然后技能的话可以降低对方的速度。那后背达斯特，我最喜欢用的角色之一，然后它可以降低对方的物防跟降低对方的速度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角色。然后御剑，选用御剑主要是因为它是克属。那我们用这样阵容去挑战看看。以往打巨魔战士，我怕的都是它的高伤害，有时候范围一下去，我的队伍就全灭了。那这次的阵容配置应该是没问题，好，轻松打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祝各位都抽到心仪的角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